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画社的小 Kumi，来自教荣的一个教荣藏族女孩子。然后今天给哥们宝贝们带来的歌曲呢，叫做《乌兰巴托的爸爸》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这首歌多多转发、评论、点赞一下，谢谢。转发、评论、点赞一下，谢谢。那个多多转发、评论、点赞一下，小闺蜜的直播间是3972754啊，然后有喜欢听藏歌的宝贝们可以点击一下关注。感谢各位了，感谢各位多多转发、点赞、评论。